让我想想剧情，当时我在干嘛来着？对，我在写小说。哎呀，不要，不要杀我呀！现在晚了，去死吧！没有想到你居然是侦探。上钩了。几点了？不就十点吗？那你睡不睡呢？要说你自己睡嘛，我还要创作呢，只有晚上才有灵感，忙着赶稿子呢。那你能不能把嘴闭上，这样我才能安稳地入睡？我现在是角色代入，难道不行吗？去睡觉，把它带上，你选一个。哟，还加戏，道具都准备了。我两个都不选，除非要抱抱才能睡。苏锦安，你……哎呀，我哪有时间睡觉啊？明天还得交稿呢。你干嘛？你放手啊！哎呀，我的手被胶水粘住了。你长夜漫漫，孤枕难眠，要不一块儿睡啊？嗯嗯。我，你是个女人，我们可是签过合约的。无言哥哥，不要走。跟我玩是吧？我看你能把持多久，臭萝卜。房间洗澡啊？那你干嘛睡我床上呢？好看吗？好看。要不脱给你看吧。哎呀，讨厌。当然要啊。哇，你这个女人。哎呀，脱呀，赶紧脱，我还等着呢。要我先脱？喂，你别过来啊！哎呀，你害什么臊嘛？老夫老妻了，你还害臊？哎呀，博言哥哥，你别走啊！